来邀请的你给太厨哦，阿龙哥哇，阿龙哥大伯吼做的料理就不意思的哇，哎，可以当然啦，不过当然你是当好食了哈，不错，你可以带来很蛮个山药料理。对，双色山药，哎，走，嫩鸡炖。炖饭，炖饭，炖饭。我讲，龙岛乡亲朋友啊，听说炖饭啊，都嘛个，也系西洋的菜嘛，吼，是他西式式饭的菜。一般啊，吼，我家是迄无做过厨师啊，吼，也系无上过介样的厨师的考察哦，唔会提要样的。可能唔提，哦，你上班今日做了出啦。上班啊。因为了下季节山药，韩国十个嘞，还有食品油啊，豆腐卡。这边有二十嘛个，二十，还有炖饭，哦，炖饭，炖饭都好吃啦。又有长麦，有长盘，有地瓜，又有料，又有肉，又有菜，哎，跟一包是做得嘞。哦，按样讲嘞，我就第二样的老太家介绍的，就像安尼去诺贝斯的这样的牛肉烩饭有冇？就按样湿湿的这样的饭，哎哎哎，饭油都充满。可惜了，按样班做，你等于讲做炖饭做得会不会变麦呀？嗯，哦，又不用红枣，又不用炒饭。哦，哎，今日教你慢走。哦，刚放双色，双色，双色哈，本来还卖个紫山药，卖唔多啊。哦，哎，推你啊，推翻的山药，那个料子搭配红甜椒、黄甜椒，你还放菜条啊？梅州蛋，哎，梅州蛋，好来，那你啊，现在切一下，红甜椒，这些料，莫讲西洋的菜色啦，啊。空闲啦，我跟你讲，是，佮系菜不用冻到哦。你像你要炖饭，你都要含用西洋芹、洋葱、韩国啊、风菜条，哦，你要炖前又不用。其实吼，难吃多啦。假使吼，我做爱用个西式的菜啊，伊个后厨就讲做的边发，好冇？伊个不卡个餐桌上面就有诶，几不易做川菜，几不易做客家料理。好啊，今天哎，我们来做个意大利面，好玉米浓汤，哎不生硬的就吃到讲阿豆腐卡吃饭就当然用来当神器，我大概想到妈妈一煮菜有冇，来来吃饭，然后就开始皱眉头，啊因为我打菜就是重要的东西，你是放五没做唔得啦，你是两下没做唔得啦，好像新月姐讲的，你哦冇重要，不管是哎洋葱料理呀、啊。山药料理啊，也是脆嗯啊，瞬间强用。好，来按一下，一下葱条啊，两瓣来切，也唔会流泪。哎，好，唔好切断哦。嗯。先老家家用的不强用的米线，先老去点到底度。啊，来一刀，然后落洋葱碎啊，哦，洋葱碎，你瞬间有刀吧？哦，两五十，有冇？两五十按到洋葱碎。哎呀，这幼幼的咩哈？五十咋个刀嘞？哦，来。后背莫打伤哦，你要去转头，哎嘿，按时做得啦。你不看又买出来，寸金做表，你用美好，嗯啊美好，寸金做得，你也实在耶，也还是舒适，也还是肉，寸金做得。好，来，哎用音，好。哎，好吃的料理啊哈，披什么当重要？当重要。我看又还无所说哎，然后就无其他食，你就会吃到哎呀，无嘛想人生哈。啊，有时都做几度就清，啊，清主要就先香一下。然后呢，山药。对，山药。你还推翻呢？哎，推翻那个用的纤维比较粗，较粗。我跟你讲，买个日本的啊，用的较白的，这个用的山药啊，吼，就较油。较油。啊，日本料理当真用日本的山药，伊做的上身，然后伊啊用来都像啊用一丝一丝的像面线用哎。也讲人家磨成泥，嘿，你当好食，做哎呦，我给把沙皮呀，也爱讲块煎鱼酱油。看讲去对味，当好，嘿，当好啊。无味。哦呀，对对对。台湾的山药就色就哈，啊，磨成酱了，磨啊胖，嘿，啊薄，几下奶煮，咱炖排骨汤啊，用的啊，台湾的，因为讲好好吃啦，又下甜。哦，有口感啊！诶，唔要紧啊，你感觉用翻好是用台湾的，用日本的，哦，寸金做的，你啊炖饭哦，其实你啊吹掉。用台湾，我还有牛诶。诶，还有牛肉哦。今天做牛肉。然后呢，去骨鸡腿排。哦。蘑菇条诶。蘑菇条诶。诶，盖皮呀。
盖饼。你要炖饭哈，必须弹音声音，寸寸动好食。嗯。哦，你要记不？一天要看好哦。嗯、哦，你最近你好多阿龙哥刚上班做啊，你是做的动作变化，还给你用上米来做。其实啊，你要上米捞，莫白买啊。炖饭哦，因为啊，当酒头，佮下关键啊，佮袂用饭，因为用煮好的饭。时间它不是按长，知道吗？嘿，佮总得不用。因客人啊，哦，其实用饭，用饭的口感哦，完全冇强用。嗯，讲还有种跟米丝面冇讲按黏米，按入味，好嘛？冇食，冇食。嗯，好，你啊，切地地吼，你啊，豆妈会要下里头吼。啊，知道做嘛个也出菜啊，就讲好生意啦，也讲生意啦，袂好食啦吼，就因为。有牙膏还有牙，牙黑鲜奶油牙黑鲜奶 ，milk， 鲜奶，鲜奶，牛奶，膏还有牙 cheese 丝，真嘅有牙用中就当好食咧。好，来盖鼻线表落去哈。唔是表油。唔，你要包个盒子唔是表啊？好，我咧出来收啦。你只个我出油啊。鸡肉本身就是鸡皮啊，当过就有当多油。哎，你要记，你要皮啊，你要当多油。哦，安是唔用油咧，安你啊二十空钱，咩讲？该外国的料理啊，专门系十八大，韩国鲜奶，韩国 cheese， 这本身就油脂比较高啊。哦，安因这边唔是饭多，阿龙哥教伊用半因十空钱，安因你啊，我妈唔是用油，因为咱地板油本身是有油咧。哦，大哥来，安因咧善用。来拌下来，哦，拌下炒。好，来，山药用半日，你也好拌下去。山药你也拌下去啊，按炒啊，姜袂上色，哦，羊肉色木啊，羊袂好色，哦。普通呢，有的人袂用火的，那个果油啊，按今面唔果油，哦，今面呢，伊俩本身啊是有油嘞，伊袂出油啊。尝一口。就是。也就很用来捞鸡肉加油，然后去炒山药啦。嘿，鸡肉按到以肉引油啊，引油出来，那用它本身的油保护它自己，再来加我们的调味料哦。好，你看你阿王妈你阿越来越多菜咯。哎呀，两边阿要滚出来，不要按到。没，好来，放菜条，捞俩葱条。好，大哥来，哎，来看你啊，你系米呀？之前有泡过，你系水果，系你啊，水果浸过，浸半点钟，浸半点钟，嘿，你系台湾的七分的米吼，也普通的米呢啦，很讲，该因为意大利的炖饭，该炖饭的米啊，该下贵。一斤来就千呢，一斤差不多三百两元。你讲买知道哈，有地位哈，价值咩在都赌石头啊。你心管买唔多呀，种米。没卖唔多啦，冇卖哦，唔方便卖。你用来普通的米是做得了呀？那个普通啊，知道台湾的米就千一斗诶，千三斗。可是啊，你个群阿龙哥也蛮做样卖呀吼。哦，来，你要水来比台机，你哈用米出来了哦。你阿米是变落去，那差不多一斗，两倍半。两倍半，就这一身就有五碗饭嘞呢。有。好，来两片，再过来吼，再来炒一下。你阿买个呢？你阿喏，白酒。白葡萄酒，白葡萄酒哦，唔系米酒，唔系高粱酒哦，哎，你阿来倒落去，来本新月，哎，皮款款，很香，真的，非常的香，非常的香，好，哎，你阿，先用一滴滴的护肤酵粉，唔够够用的白葡萄酒哈，你可以再来煮滚起挥发，冇要用的菜就会。酸酸，嘿，来酸酸，哦，一点酸，烧一下，来烧一下，好，然后炸过来哦，
哎，你要用交通器，然后摆迷迭香，迷迭香，来冻香。哎，是好嘞。这边做的冰箱都冰箱都跟面，不服。你后面呛太强了，太强。呛。哦，你啊哈，十个来啊，冰水。你啊水也冰得多呢。嗯。都欠多少好嘞？欠高几就做的。都没强多啊，强多啊，冇机会，强少。哦，你做得久嘿。强多的就像含个盐冰强多的，像我久就当然久。不过，你这盐啊，慢慢的一些些的冰，你都不用加几摆的就做得嘞。好来，一下。不用去呗。盐是好，我哋要准备乜嘅？乜嘅？要牛奶，因为啊，你要炖饭，你要水的比例，差不多一半都讲是2:1啊，二的水，一的米啊，一的米煎什么呢？煎这些材料哦。好，好，来，哎，你来看一下哦。诶，外国料理啊，你啊炖饭啊，要煮到煮到分熟，差不多是8分熟到9分熟。甲阿豆啊，基本上讲两安时冻好食嘞。诶，你总得煮到面哦，诶，你见面啊，要煮到好食啊。好嘞，老吉叫叫啊。好，十个嘞。一串咧无限就煮一撮就好诶，是煮到哎又含个炒菜啊，煮汤啊。不是，就一撮。你仅仅煮到来讲啊。第二串很熟的啦，好咯，你看咯，我哋阿牛奶你也不用客气，因为啊，我阿蛮熟的，佮阿蛮熟，哦，阿蛮熟，哎，你也来料料个，哦，像安样因，你牛奶咪总得讲，顺情不用落去哦，哦，你啊，添椒，看情况啦吼，啊，你过去改一下，其实下面有动到变化呢吼，假使你想个有时哎呀，头发多的明星，你做得家底会头发多僵。哦，哎呦，就会变多，哎呦，番茄炖饭，茄子炖饭，茄子，特别动。好吃的嘛，改良龙虾酱。哦，龙虾酱，龙虾酱。新月姐真的是厉害，新月姐有开烹饪班呐、啊，她就知道，哦，什么东西可以把熬高汤、鱼高汤、虾高汤，加是讲，爱加系加水，因为系加鱼汤，也系鸡汤，也系虾汤，哇、哦。这个整个味道完全没动摇，大人小孩都没办法抗拒的。好，来，新月姐姐。哦。来个山药，哇。因为是加鱼汤，也是鸡汤，也是虾汤，哇，这个整个味道完全没穷用。呀，一包啊，古爷摄影棚就差不多米一包。你啊，我来讲，你今日要鱼种放血啦，你要喊用早滴了。哎，用早。我来讲，你啊，你做得做起来挑米是挑好啊，用焗烤，你那一扎。烤盘来放落去，再把它撒上卤肉。该带甜冻啊，不得了。伊咪是早早的，像炒饭安样哦，就像油条安样，像烩饭样，油条会湿湿。要准备甜度。就看起来我个强势有冇？冇要紧，冇要紧，好来。你做厨师哦，会有肌腱炎。会，会。啊，你当多个厨师做到今天过了后，强迫退休都完全是因为家家用的钱赚太多。讲个当像系唔用。没挨。哦。我说啊。夹，先不用你。慢，还有八打。这个我最喜欢，我这边用系总统牌 President 啊。你阿 butter 吼，但我知道以前都要含咧爱增加一彩色嘅样嘅利息，并唔系讲哦爱分期拿两钱。没，拿两钱哦，佢就会补贴你嘛，跳槽。它不耐高温呐。哇，
好，水妹哦，水妹哦，好、哦、来。你像你啊，喊做的找个湿的哦，喊做的找个湿的哦。哎呀，你啊还为了翕相啊，莫重湿。哎，你啊抱来灌下去，水妹啊，你啊要气死啊。用板佛你好来灌下，因为你啊熟的，喊个十个，你佛状态啊，状梦，它会分离。大人小孩都没有办法抗拒的。好，来心月姐姐。哦，太苦了。还给我散药，哇。还不起死嘞。你看你啊，照照你啊，气死不用落去哦。你俩有软下来。水妹。那声音先做懂好声。没声音了。然后饭又煮得嘟嘟好。你啊，我小虎生的时间给你做挑面嘞，人人用摸着。摸有。上班其实讲摸不起多。没有。摸哪块板小？摸啦，老去平阳挨下晒。要做咸嘞，你做的唔是食饭。哎呀，奇怪吼。好，安个散药啊，用掉落去。过来。我听不到。安是做的，因为摸拍摄你啦，哦，还没麻烦。安什么嘞？哎呀，善用来炖饭。嗯，你好哟。双色山药嫩鸡炖饭，甜蜜色香以后，浸到水方差不多三十分钟，将泥沼准备。葱头切幼幼的，蒜头切片片的，甜椒的、红萝卜的、山药、姜肉切块块的，等姜肉、山药、蒜头、红萝卜的、葱头捞包被炒，沾上米、泡葡萄酒、五胡椒粉。迷迭香再倒点水，咸锅盖煮沸滚。沙丁再放牛奶、甜椒的，再咸锅盖起皮海。青椒加盐、奶油、罗勒丝炒变腌味，再放白色的白盘，安尼做豆上桌喽。